星期六時間㗎啦，早上而家8:20，咁我而家咧就係出門口，啊，而家咧就係今日希望唔塞車啦，啊，我而家部車咧就係放喺住家嘅對面呢度啦，咁啊，今日有啲熱頭啦，唔會話嗰啲但係同樣係多雲嘅，多雲。好，每日都这个面包车揸起嚟舒服啦，但硬系咧就系嘥油，嘥油。讲下今日嘅心情啊，咁我今日咧就系早上起床咧就系一同样系八点零五分先起床嘅。咁啲飯菜咧，琴日已經係煮好咗噶啦，琴晚就所以唔使話早上煮咯。架車佬，你睇我啊，一上車就已經起動啦，即係啟動啦。哦，啊呢個時間咧就係27日嘅早上8:25。唔塞車我都要揸快啲嘅，唔可以掉以輕心咯，啊講我仲要因為仲要接一個人啊嘛，接一個同事啊嘛，哦，咁佢咧就係唔識揸車，咁啊佢每日咧就係俾10蚊雞我咯，啊俾10蚊雞我，我啊早上接佢去，又晚上接佢翻屋企咁樣。接幫補下啲油費啊，係咁噶啦。只係我呢部車咧，就係始終係6個缸啊，商務車嚟噶嘛，所以我今次買呢部車嗰時候咧，就係諗住攞嚟接送嘅，跑長途嘅。而家呢攞嚟打工咧，咁啊，即係上落班嚟講咧，咁啊，事實上咧就係食油啲啊。咁而家咧就係上班咧都仲好啲，上落班咁即係攞呢部車，咁啊油費啊算啦，揾翻嚟啫。如果你話係唔做嘢啊，悠悠行行咁樣啊，想去多啲地方啊咁樣啊，呢部車就好大食噶啦。之前咧我買嗰部車咧係小車嚟噶，哇一個星期先加一趟油，加一次油。呢啲車咧就每日平均嚟講啊10蚊雞美金到啊！有啲人咁講，哎呀，見你買得起呢啲車嚟講啊，我啲油啊唔好計咯，有計咁多咩？咩啊？事實又係啊，就呢部車如果係你搬家方便啲，啊裝嘢多啲，巴車唔係好貴嘅啫，舊年買嘅時候4,100到啦，上個月我幫埋個廣州朋友咧就去嗰個車行嗰度睇個，3,000多蚊就已經有啦。即係呢批車嚟講係2003年嘅咩嘛？佢呢個美國買車係咁樣噶，唔管你個車新與舊，你個公里數。你達到一定的程度，那部車就是這樣的價錢的了，所以那個你行的公里數很重要，你如果是你平時很少揸的，上落班揸很短時很短路程的，那你揸得少的，那些價錢又不同了，所以這個東西，但是一年來說呢，這部車都算是沒什麼說怎樣壞，我就沒什麼怎樣修理，是換了個剎車皮啊，就花了2,300美金到啊，其他方面其實都有唔少，即係呢部車嚟講咧，已經係算係老年噶啦，老年級別噶啦。如果你一時話去修理嘅話咧，就係唔係呢度要換，嗰度要換啦，所以嗰啲車唔使去修理。
啲機頭只係靚，即係原裝機頭咧就好襟玩嘅，啲日本仔嗰啲即係機頭。裝修都係嘅，咁一早嚟接你咯，啊嗰度就可以。但如果你住喺我呢邊嘅，呢啲咁嘅墨西哥區啊，咁啊冇人嚟接你噶啦。所以你無論如何咧，你想住遠啲，你就一定要自備呢個汽車。如果唔係，即係好成問題啦。十幾英里喎，就相當差唔多都將近20公里噶啦。咁點日？在橫區回家都要40公里了、你靠兩隻腳行不可能啊，公交車沒有，什麼都沒有，即沒有車你工作都成問題，不要說其他地方了、在美國來說都不懂得駕車、確實是就是空氣好好，戴翻对眼镜扮阿酷先。我啱见到嗰部警车个蛇啊，戴对眼镜好酷啊，所以我就我冇得去啊，我都要扮阿酷咯。哦，而家咁系咪先啊？因为加州嚟讲咧，嗰啲热头好猛啊。咁你其实咧有时戴对眼镜，其实系保护眼睛嘅，防止紫外线啊嘛，好强噶嘛吓。我见到好多人都揸车戴眼镜嘅。記咗咁就冇揸啫，即係保護你隻眼睛好緊要嘅，有時啊，你啲紫外線咧，你睇唔到嘅，肉眼睇唔到啊嘛。係啊，佢熱頭啊，加州陽光好猛嘅，但紫外線同樣都係會傷啊咁啊。咁啊，翻工嘅時候咧，個老實啊，我話我白咗。咁啱咧，我而家少曬太陽啊嘛。頭天我去打工之前，我又去剪草啊，咁啊曬到黑蚊蚊啊，咁啊肯定有一段時間好黑啦。呢段時間都冇咁啊，又喺室內嘅咁樣，冇乜幾可曬太陽嘅咁嘅，人肯定係蒼白啲啦。而家係8:33。好事，睇下边有人挂住我咧，